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11页，611页倒数第五行，第二句开始，从其，这个地方念起，视之便从难，为世间之人邪之聪利者，唯物但习外道经书，不信出世正法，故名为难。昨天我们学的此地八难，总而言之，什么叫做难？我们的病苦不算是大难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也不算是大难啊。真正的大难是什么呢？是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分听到佛名，没有缘分见到经典，这是大难。在我们一般人想到，这个不是难的，这算什么？没有把这桩事情看在眼里，那就这么产生了。经论祖师大德常常跟我们说，一粒耳根因为道种，我们耳听一句经文，听一声名号，阿赖耶识里面就种下佛的种子。纵然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啊，在阿赖耶识里头，来生后世遇到缘呢，一定起作用。尤其听到阿弥陀佛，听到净土的经论，跟极乐世界、跟阿弥陀佛结上缘了，这个缘太好了啊！因为这个缘，将来必定能生净土，必定能成佛果。道理在此地。如果听不到佛名，看不到经教，这个缘就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生呢的人生，人生难得，真难的人生，这一生呢空过了，这个可惜。还不如佛法的人，毁谤佛法的人。为什么？毁谤障碍是他造的业，他阿赖耶里头有佛，我要灭佛法，我要毁谤佛法，他阿赖有佛，有佛可不得了啊，将来会成佛了。那么造的这个重业呢，他果报在地狱，不要紧，地狱出来之后又会遇到佛法啊，所以那都不叫难啊。难就是一生当中没有缘分听到，没有缘分接触到，这真难啊！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拔苦拔难，这个难怎么个解释？什么叫真正的难？佛这个解释的
有道理啊。那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，可以说幸运到极处了。这一生呢，就有机会成佛，有机会往生啊。那关键呢，在自己了啊。我们今生能够遇到，当然有过去生中的缘分在啊。过去生中没有缘，这一生怎么会遇到？遇到怎么会相信啊？换一句话说，就如同佛在经上所说，凡是与净宗有缘的，这一生念佛能往生的，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今天得到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，你才能信，你才能发愿，你才肯念佛求往生，不是偶然的。那这个缘分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一定啊要牢牢地把它抓住啊。这一生毛病习气很重不要紧，一定要克服，我这一生才能往生。如果克服不了毛病习气，那来生还继续搞轮回，一轮回麻烦就大了。轮回到哪里去了？虽然六道里头都有佛法，六道里的佛法最兴盛的，这个语言最容易遇到的是人道。啊，天道有佛菩萨去讲经说法，是偶尔的。啊，好像邀请办一次活动一样，它不是长期的。啊，长期的确实在人间。三恶道众生太苦了，纵然有善根，也是偶尔遇到。啊，不是常常遇到。啊，这些理事我们都得清楚啊。佛法的修学，关键是在沉静。啊，真诚恭敬呢。凡是念佛的人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都是诚信这两个字有欠缺，自己以为很虔诚很恭敬了，那是你自己的标准，别人不是这看法，鬼神不是这看法，那佛菩萨更瞒不住了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，是为眼前的名闻利养，还是为真正往生成佛来普度众生？啊，总是心不诚，愿不切，啊，完全做表面的工作，表面做得很好看，得到别人赞叹赞扬，啊，自己就很得意了，傲慢心就生起来了，啊，自以为是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敌不过业力，啊，免不了冤亲债主的干扰。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啊？如果想到了，那要怎么样去做？不能依教奉行，
依教奉行里面总是打很大的折扣，这都是这一生不能完成。这一生呢，把自己的修行功夫上向上提升了一点，甚至于不能提升，还减分了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，让我们退转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常见的事情。我们怎样能保持真诚不退转？最重要的是心不退转，三中不退里头，最难的是念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真正做到念不退，前面两种不退都去做了。每一段烦恼全是假的，这个经上的标准。断烦恼才是真的。烦恼首先断见惑，你真正证得虚陀洹果，证得圆教摄住里面的粗度位，这真的，那没有问题了。你肯定是真心，你不是真心，你做不到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到这个地位，我们不敢说我们的心真诚。初心为以上，小乘虚陀洹也以上，才可以说我用真心。实际上，他们的真心还掺杂着许多妄念在里头，他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见烦恼没有了，还有思烦。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干净呢，干什么都是敷衍塞责，忏悔也不是真的，所以业障没忏除真正忏悔，业障才能忏除。忏表面保留的很多那么这第七个实质变从，像古时候孔子遇到邵正卯，邵正卯辩才无碍邪知邪见，孔夫子辩不过他，把他怎么处置呢？把他杀了。那在现在，孔子做这桩事情，孔子犯法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侵犯人权了。孔子为什么杀他？邪知邪见，又善言能道，辩才无碍，让许多人都跟他变成邪知邪见，这还得了吗？他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杀他就正确了，他不能改过，他不能回头。
啊，这种人啊，功高我慢呐、啊，好高骛远呐、啊，能言善道。啊，所以在古时候，这样的人就可以杀。啊，在现在不行，现在言论自由，啊，出版自由，那你没办法。所以现在的社会乱了，没有伦理道德把关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违背伦理道德的言论思想都是有罪。现在这个官没有了，社会乱了，谁能来治？没有人能治，圣贤不能治，孔子到今天束手无策，不能治。啊，佛菩萨来了也不能治。啊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因果来吃了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只有这恶报来吃了。啊，因果面前人人平等。啊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一定要晓得，得人生与佛法的不容易啊！啊，认真修学，佛法决定不能离开戒定慧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修戒，今天人最难的是修戒。因为那一点恭敬心，那一点真诚，在现在社会没有了，看不到了，也听不到了，习惯于放纵，美其名为自由。啊，任性，造作的是罪业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真正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他晓得他造作是罪业，他就不敢。啊，科学家发明了原子弹，这爱因斯坦干的。他认为这是好事情，可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如果往深处看，往远处看，他做错了。这个发明带给人类久远的恐惧，带给人类精神上的不安定，这个最多重。啊，二次大战的时候不是要紧的事情，这才真正要紧。这你让全世界人心惶惶不安，不知道哪一天核武大战的时候世界毁灭了。在从前人没这概念啊，这个爱因斯坦要不要负责任？啊，中国古人考虑到这个问题，
外国人他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啊。科学技术，中国很古的时候就有，为什么不传世？古圣先贤知道这个厉害，所以他懂得造成玩具，玩完了之后把它全部销毁，不传给别人，这是对道德负责任，对人类的幸福负责任。对社会的安全负责任，这里很深的意思，懂得的人确实不多啊。如果中国科学技术在2000年前就发达了，这个世界大概在1500年前就毁灭了，就提前毁灭了。中国人不干这个缺德的事情，不是没有能力，有这个能力，有道德，有智慧，外国人有这种能力。缺少的是道德智慧，才任意让它发展，甚至社会大众还鼓励发展。让这个世界走向核武竞赛，这怎么得了？制造那么多的核武，这个核武生化武器。总有一天会爆发，那个一爆发就是地球上的大灾难了。所以这都是属于实质变成一类。他给别人带来灾难，跟社会带来灾难，国报在地狱；给自己带来灾难，是这一生文法、学佛的语言没有了，断掉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大灾难。最后一条，生在佛前佛后，这也是难。为佛出现于世，为大道师，令诸众生呢，离生死苦，得涅槃路。人有缘者，乃得之遇。我们很幸运，我们遇到。与佛有缘，其生在佛前佛后者呢，有业重缘薄，既不见佛，亦不闻法，故名生在佛前佛后呢。我们虽然没有跟释迦牟尼佛同时生在这个时代。但是我们依旧是在世尊法运之中，就是他影响之中。释迦牟尼佛的法在空间的影响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这是一个地球。实际上不止，那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。在时间上的影响是10000年前的，
佛灭度到现在是3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。这个9000年当中，这个世间都有佛法，有缘的人会遇到。9000年，当然这是往下衰。这个1000年比不上上一个1000年，下一个1000年跟现在比，不如这个时代，肯定的。也就是说，机会呀越来越少。到最末后的1000年呢，可能金都不容易看到了。人造的业重，福薄。这些经论呢，都在这个世间消失掉。我们先前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是什么？这在末法时期，这佛法往上兴的一下，这是往上兴啊！我们在这个时候遇到了，真难得了，真不容易啊！早年，慧明法师说，没光器居士也说，这是当年在家出家的大德了。他们说这部经，这个汇集本，佛在经中所说，将来佛法灭了，到最后，这个世间只有一部经留在这个世间，还留一本呢。这个经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这两位大德告诉我们，留下来的最后留下100年留下的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就是这个汇集本，不是别的本。别的本子都看不到了，还多留100年，100年之后这本子没有了，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还再留100年，能听到这声佛号都能得度。从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这一部经，这个名号，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一定要真正把它抓住。要真正发心修行，菩提心是真心。古大德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讲解菩提心，讲的很多，很深很广。藕益大师告诉我们非常简单。藕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你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你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就是真正无上菩提心。讲得好啊！印光大师赞叹了，自古以来没人这样说过，这才说得透彻了，让那些乡下阿公阿婆念佛往生，未向西游得到了证明。为什么？他们真的发菩提心，自己不知道。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晓得。
啊，可他真相信，啊，真想求生净土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欧耶大师说出来了，啊，要不然这些乡下阿公阿婆，他又不认识字，也没念过经，也没听过佛法，哎，叫他念佛，他就真肯念。老老实实念，啊，一天到晚这一串念珠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念头也没有。往生瑞相稀有，欲知实知，这样的人我们看见过啊。我们遇到过。这是为我们做证明的，他真的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欲知实知，有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没有生病啊。早年，谭旭法师在香港，晚年是一直住在香港。香港像我们这一辈的这些法师，几乎都是他的学生。啊，常怀法师、盛怀法师、大光法师。啊，我们认识这同辈分的时候，全是他的学生。啊，他讲经、讲开示，常常提出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出家之后什么都不会。啊，地老只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告诉他，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。他就一门深入啊，真干了，三年。在往生的前一天，3年没有离开那个破庙，就他一个人住。啊，这一天离开庙到城里，就看看亲戚朋友。他说：“慈行啊，啊，晚上回来，告诉有一个老太婆。”老居士照顾他生活，告诉这个老太太，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。老太太以为，哎，今天到城里看朋友去了，明天可能又有人请他吃饭。啊，到第二天上午，老太太不放心。再到庙里看看，老和尚在不在家？啊，去喊他，没人答应。结果看到他在佛堂，啊，也是破旧衣服，穿得整整齐齐，站在那里。叫他不答应。啊，仔细再一看，死了。老太太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。就吓呆了，赶紧去报告这个村庄里面学佛的这些同学，大家来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派人去找地仙法师，地仙法师关中寺，走路去，一去回来3天，啊，三天
地仙法师回来了，看到了，还站在那里，对他赞叹了：“你们又不出家了啊！你比那些红宗言教的大德超过太多了，他们比不上你。你比这些名山方丈住持高得太多。”哪个人能有你这样子？三年，一句佛号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了就再念。你说他的福报多大？这个福报是地仙法师给他的。缘呢？他遇到这么好的缘呢？他要遇到这没有遇到这个缘，不是继续就搞六道轮回了？哪有可能呢？啊，三年，你看一点心都不操，有个破庙可以遮蔽风雨。啊，每天这个老太太给他做烧照顾他的午餐、晚餐，早晨他自己料理。啊，给他洗洗衣服，他就专心念佛。啊，你看多自在，念累了就休息。休息好了，接着再念，就这么一句一句话，他就彻底做到了，他就成功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话，他也没办法跟地仙法师联系，也没法子报告，反正佛来接引他，他就走了。那后事交给他去办去了。啊，谭老常常讲这个故事，勉励大家：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他自己往生也算不错，啊，还是盘腿坐着走的。可是，跟他这个徒弟比，差远了。啊，跟他同学，他同学，他地仙老和尚徒弟。啊，这种例子，就在我们学佛这个时代，年轻时候发生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在美国，我在旧金山住了一段时间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出家了。有个干老居士，啊，很慈悲。我在台中十年。他照顾我甚，每一个月，他住在台北，给我寄150块钱。这钱从哪里来的呢？他邀了10个学佛的朋友，每一个月10块钱，15个人，凑150块钱。我在台中十年。生活费用，我非常感激。啊，150块钱，李老师定的标准。老师说，超过150块钱，你就不是出家人了。老居士晚年移民到美国，儿女在美国读书，毕业之后在美国就业了，就把他也接到美国去了。我到美国去又碰到，啊，非常欢喜啊！我在美国讲经，啊，他告诉我，
他一个老同参，也是个老太太，在美国往生。他们非常好的朋友，这个老太太也是儿子，在美国毕业之后就业，结婚了，生了个小孩。就回到台湾，把他母亲接到美国去照顾小孩、照顾家，做家事，每天煮饭、烧这个洗衣服，这个看小朋友，这样4、5年了。老太太是个念佛人，得空呢就念佛。小朋友大概是5、6岁了，可以上幼稚园了。那家里就没有人了。儿子媳妇都上班，小朋友带去上幼稚园，晚上下班再带回来。老太太有这么个缘分。肯定是预知时知。有一天早晨，他们起来的时候，老太太没起来烧早饭。这很奇怪了。怎么没起来？本来每天起得很早的。推他的门进去，他盘腿坐在床上，喊他不答应，进去一看，走了。晚上走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。旁边，床上旁边有一份遗嘱，写得很清楚，而且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，通通准备好了，这预知时知啊，清清楚楚，他也不告诉家人，免得打搅。你看，第二天早晨上他走了。盘腿坐着往生，甘老夫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非常欢喜，难得了，这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！郭六家能做到，这老太太也能做到，不是难事啊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放下。这个是亲情都放下了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亲戚统统放下了。他走得这么干净利落，做出榜样给你看，全家幸福了，相信。他的朋友来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幸福。这就是他度了别人啊，现身说法。这样的例子在台湾很多很多。40年前，我在佛光山教学，我在那里时间不长，只教了10个月，就遇到这一桩事情。将军乡跟佛光山距离很近。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，站着走的。这些人走的时候绝不露风声，那家里人不知道。儿子媳妇很孝顺。晚上走的，晚饭的时候。儿子媳妇等他吃完饭，他说：“你们吃，我洗个澡，不要等我，你们先吃。”结果儿子媳妇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，去看一看，确实洗澡了。
衣服都换了，啊，在房间里没看到人，还没有声音。最后在佛堂看见，穿着海青，手上拿着念珠，站在那个地方。啊，叫他不答应，仔细看了，走了，站着走的。念佛三年了，啊，这些人给我们现身说法。告诉我们，念佛求往生三年时间是足够了。啊，只要你真肯念，真正愿意求往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你一定圆满成就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啊，一切放下。啊，一天三餐饭有人照顾。啊，小房子有人来收礼。这种人是世间第一等福报的人。啊，他可以真的什么不管，心里就阿弥陀佛了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福报，这个机缘可不能放弃呀，这个机缘千载难逢啊！啊，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真能成就。啊，业重缘薄，那就没法子。啊，遇不到这个机会，成就缘实在是非常重要。啊，我这个一生，如果遇不到韩馆长，就不可能有成就。啊，遇不到他了，非常可能呢就还俗了，不走这条路，又走不通啊。啊，障碍太多。啊，难得他了，照顾我30年。啊，真正有一点成就，能自立了，他走了。我们看幕后，这里有个总结，又。辞职罢黜，虽感报苦乐有异，不同啊。而戒不得见福，不闻正法，故总称为难。由此可知，只要能见佛闻法，八难就没有了。那极乐世界呢？这永无住难啊！极乐世界是个念佛闻法的世界，佛每天讲经说法。水鸟说法，树林说法，没有一处不说法，没有一时不说法。到极乐世界成佛快，原因就在此地。
就是让你对佛法的熏修啊没有间断了，啊，常时熏修不间断，所以它快速啊，到极乐世界没有不成佛的。这下面说，如云中超越，无三毒之也。三毒是贪嗔痴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啊。《白法明门》里面给我讲的六种根本烦恼，极乐世界没有啊。这个六种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，后头是个恶见，错误的见解。那个恶见就是见惑啊，贪嗔痴慢疑是四惑，见思烦恼都断了，不造恶业之业，故无三途苦苦，无三道之障难。啊，这个三道三途就是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啊，没有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设方诸佛世界可能有，没有的不多。闻法入定，不多无想，这个无想也不行。无想是什么呢？无明。你虽然无想，你什么不知道啊？这是第四禅的无想定，修无想定啊，修这种定，他修成了，他生在四禅无想天，无想天叫外道天。啊，佛法的禅定里头是有想，他不叫有想，也不叫无想，静中有境界，所以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定中有境界。但是对于定中境界呢，不能有贪着啊，其贪着就错误了啊。所以分别执着一定要把它断干净，定中境界也不能分别，也不能执着，何况梦中啊，梦中梦到佛菩萨了，梦到极乐世界了，不可以贪着，不可以分别。为什么？记住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相是不是虚妄的呢？当然是虚妄。啊，为什么它有生有灭？极乐世界有生的，阿弥陀佛成就极乐世界到现在十级，那十级之前极乐世界不生了吗？既然有生，将来就有灭。啊，什么时候有灭呢？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极乐世界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成佛的时候有，他就是帮助你成佛。啊，我成佛了，我的极乐世界灭了，你没成佛，你的极乐世界还在。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
你成佛了就没有了。成佛是离开十宝庄严土，回常寂光了。常寂光没有了，常寂光是自信，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自信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。这叫空啊！虽然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但是它能现三种现象，所以不能说它无。说空说有都不对。什么是缘呢？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。在常寂光里头，常寂光没有边际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我们都在常寂光里头。常寂光是一切诸佛的化身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我们有真正的诚心诚意，感应就非常明显。要用清净心去感，要用平等心去感，要用真诚心去感。心地不真不诚，有自私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怨恨恼怒，这个不行。这个跟常寂光没有干，跟妖魔鬼怪有干。魔的力量也很大了，它就是不真。他有邪思，他有邪念的，他有分别执着。他也做很多好事，积功累德了，所以他是有福、有善、有善恶混杂。六道里头，每一道都有。只有常寂光里头没有，常寂光里头全都是诸佛如来，妙觉如来。无量无边的诸佛是一体，在经上常念到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那个法身就常寂光，就共同一法身，就像灯光一样，我们这几十盏灯光、几百盏灯光，光光交融在一起，你分不出哪一个，但是确实是有，你关掉一个，这个灯光就没有了，所以一切诸佛呢，共同一法身。诸佛妹妹就是光，光跟光都融在一起，你决定分不开。可是感应呢就不一样了，每一尊佛在因地跟他有缘的人不见得相同，有缘的人特别就有感应，他起心动念，佛就会感应他。如果他念头是念佛，念头是想求生极乐世界，是想成佛，佛必定加持他，满足他的愿望。所以什么都得干真的，不能干假的。世间全是假的，世间法，佛法是真的。决定呢，不能干假的。这闻法入定。
不多无想，这两句话很重要。啊，入定不可以多在无想。啊，那我们入定，我们是修念佛法门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头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我们不多无想啊，定中还是向佛，还是念佛。这个很重要，啊，这样才能跟阿弥陀佛相应。故无长寿天难，长寿天呢，他入定，他无想，啊，大势至菩萨。圆通章上教导我们：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一就是一念，就是想佛，不想别的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佛最好呢，是选一尊阿弥陀佛像。一生呢，就供养这尊这个像，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将来往生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他就现这个像，啊，让你对他很熟悉。你看，天天看这个像，天天想这个像，终于阿弥陀佛来了，你一点都不怀疑，你就跟他去了。啊，供的像很多，会把我们念头扰乱。啊，一生呢就供一个像，不要改变。啊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不要紧。只要你一生守住一个，你就成功。岁寿极乐，长寿教化了，故无白居庐州之难，就是余山月啊，在极乐世界没有苦啊，六道众生有苦啊。六道众生给我们感应，佛菩萨应不应呢？应。啊，不能说那里很苦，我就不去了。他应。有受佛教化的众生，这就是感。佛菩萨就有因的，常是不间断的。啊，接受佛的教化，佛菩萨应身在他面前，像普门品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这个里头有应身，有化身，长时间的要用应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，示现八相成道来投胎，啊，住世80年，这叫应身。那化身呢？化身是突然看到的，事情办完了就走了。啊，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，啊，老和尚朝五台山3步100，
拜到五台山要走一两年呢。这一两年当中难免不生病，尤其在旷野里头三步一拜嘛，四面没有人家，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？没人知道啊！正在极难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乞丐，一个叫花子遇到了。这个叫花子看到他生病，出家人生病，要照顾他，给他去找草药，到外面去讨饭，讨一点来供养他。照顾了十几天，慢慢身体恢复了。老和尚继续去朝山。这叫花子离开他了。过了大概是半年之后，又一次生病，又遇到这个叫花子。把他病照顾好，这次他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告诉他说：“他说我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我叫文吉。”问他住在那，我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，所以他一拜到五台山，头一个就打听文吉，没人晓得。到寺庙里去问这些出家人，文吉就是普贤，就是文殊菩萨了，他是恍然大悟，那是化身，那不是应身。你看，照顾你十几天，他就不见了。你有急难的时候，他又来了。是你没发现他是文殊菩萨，发现了他又会变另外一个身，他不会变同样的身。所以你看个人发这种诚心，菩萨一路照顾他了，虽然有一点苦难，不至于要命啊，一定帮助你。为什么有苦难？苦难是业障啊，是消业障啊，你自己不晓得。业障消除掉之后啊，没有苦难了。一个人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。连美国这个修兰博士，他都懂得。他告诉我，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中国古人讲的自作自受如果怪别人，怨天尤人，那个罪就重了，你又在造罪业了，你不是在消灾，你又加重你的罪业。与任何人都不相关，所以一定啊，用他的术语来讲，清理。我们佛法讲放下，把你心里面去妄想杂念清除掉，叫放下。让清净心现前，感应就会现前。我们身体的这个病痛完全恢复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这很有道理。所以佛家讲
放下就是了。他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啊，纵然你过去有善根福德，你要放不下，依旧是个包袱，是个累赘。啊，这个包袱你就不会得自由，你就不能得自在。啊，必须放下，知道这是假的，最后知道是这身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所以连身都不要执着，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你执着有个身，你就有痛苦，你就有灾难。如果身没有了，谁受痛苦？谁受灾难？六根清净，名利智慧，故无朦胧阴阳之难。六根清净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。怎么叫清净？不清净的就是污染。我们的六根污染了，实在讲，前面五根没有问题，眼像照相机一样，耳像收音机一样，那真的它没有污染。污染是什么呢？污染是第六意识、第六分别、第七执着，这污染了。污染是这么来的。啊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摩那，这两样东西麻烦大了。啊，让我们前面染污了前五根，后面呢染污了阿赖耶，麻烦在此地。啊，如果六根清净的名利。下回聪明智慧也，所以朦胧阴阳就没有了。众生生者，皆正定具，故无是之变聪之难。啊，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正知正见。啊，都如正定具。啊，正定具是佛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。所有的境界，极乐世界尤其殊胜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第二十愿讲啊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，不是普通的菩萨。在华严经上，原教初住以上才叫化身菩萨，也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于是
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，搞清楚了。生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有没有？有，有凡圣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。凡圣同居土相当我们这边的六道。啊，但是他没有六道，他只有两道，人道、天道。啊，修罗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全没有。啊，所以他的凡圣同居土两道，方便有余土里面有声闻缘觉、菩萨佛，跟我们这边四圣法界一样。啊！但是，借作阿惟愿之菩萨，这不是你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。啊，让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跟化身菩萨了平等。这是阿弥陀佛赏赐的，不是自己修得的。自己修复这个念佛功夫要达到理一心不乱了，到极乐世界那是自己修得的，不是加持的。啊，如果没有达到理一心不乱，佛加持你，你跟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完全平等。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些加持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？跟化身菩萨一样，可以在变法界、虚空界、六道十法界里头啊，去演化度众生。你有这个本事，也就是说，只怕你不能往生，你一往生，你就可以救度你的家亲眷属，无论他在哪一道，无论他在哪个世界，你都能知道，你就能救他们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照面就行了，佛就嫁给你了，你就有这个能力了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每天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。为什么？你这一个往生，过两天就带了一大堆去往生。啊，而且你到十方世界去，那都是用的分身，就是应化身。你自己的本身呢？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，啊，应化了，无量无边的，啊，自己本身在弥陀讲堂坐在那里没动啊，啊，听经闻法了，不断提升自己，啊，有能力。用应化身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是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弥陀经上不说的啊，经就是现前的，就是今天的啊，现在说法，现是示现，示现在极乐世界讲堂里面讲经说法，经无量劫啊，他的教学不间断的啊，阿弥陀佛那个样子，每一个往生人都像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的本身在讲堂讲经说法从来不间断，听经的人也不间断，十方往生的人，阿弥陀佛化身去接引，化无量无边身去接引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，化身去的，化身真管用啊！啊，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念佛。七宝池里头就生一朵莲花，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，你念佛念得诚恳，念得恳切，念得多，这个莲花一天比一天大啊，光色非常之美，这是什么？是你念佛功夫成就的啊！如果你退了心了，你懈怠懒散了，你的花了就萎缩了。改变主意不想往生了，这个花就枯掉了，没有了。啊！所以在极乐世界看到有生灭、看到有成长的，就是七宝池莲花。除莲花之外，极乐世界一切都是没有改变的啊！你看不到生住意灭，没有这个现象，这叫一真法界。只有七宝池的莲花，因为莲花不是阿弥陀佛变的，是一切众生变现啊！这是得到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。因为到四十八愿里头有莲花化身愿啊，所以你这一起心动念，池子里头就有一朵花现出来啊。花的大小、光明、色彩，完全是你念佛人你自己的事情，这不是佛的事情啊。佛会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。化身佛，化身佛就是我们平常供养的那个像，你喜欢哪一尊佛像，他就现那个佛像啊，让你放心，你不会跟错人啊。那么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在莲花里头，莲花里头就产生睡变啊，就像那个蚕在茧里头，蚕是茧里面睡遍，我们是莲花里的睡遍啊，到莲花里面去变的那个身身相啊，跟阿弥陀佛的身相一样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我们看到的接引我们的佛像，看到的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啊，莲花里头也改变了，莲花真的把身体通通改变了啊，我们的业报身改成法性身。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，是业报土啊，啊，改成了法性土啊，在莲花里头，我们有很大的转变啊，所以花开之后，花开见佛就见到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，那我们晓得，所以同居土
方便土，花没开呀、花一开呀、是十宝庄严土。所以方便土跟同居土都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阿弥陀佛也有灭度的一天，经无量劫，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度尽了，他退居了，回到常寂光。观音即不去处，阿弥陀佛这一灭度，观音菩萨成佛了，就在极乐世界，就成佛了，行劫没有中断，号普光功德山王佛。佛的名号不是阿弥陀佛了，是普光功德山王佛，故无佛前佛后之难。因为前面这尊佛灭度，后面立刻就接着成佛，没有佛前佛后。这就说明，极乐世界也不是真的。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成就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法，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但它时间很长。时间太长了，你看不出它的生。我们在阿弥陀佛这无量劫当中肯定就圆满成佛了。我们不会等到观世音菩萨成佛，在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了。你想想看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没有间断的，我们这个世间有间断的，你睡觉不能不间断了。再大的福报，你没办法不睡觉你没办法不吃饭，吃饭时候间断了，睡觉时候间断了。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眠。佛不需要，所有一切众生都不需要。法性身，这个世界里头，殊胜到极处，我们有缘听到，有缘看到世尊介绍的这个经本。这是无量无边的福报。一定要把它抓住。一定要知道，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。我们想想现前的社会，地球上70亿人。几个人遇到佛法？遇到佛法这些人，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法？
现在这个社会假佛法很多，真的佛法当中有几个人遇到大乘法，大乘法里面也有很多有几个人遇到净宗。你像这样一想的话，越来越少，到最后没几个人了。啊，修净土的人很多，真正把净土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不多。啊，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一听就相信了，上上根人，可不能轻视啊。那种人的成就啊，是非同小可啊。那像我们这种人啊，中上根性的人，一定要遇到经典，在经典上下功夫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我们的性行愿性才能跟上上人相比。啊！一举弥陀，万缘放下，我们就追上上上根人。啊，在3年五载是决定成就。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这什么呢？希望我们有好的缘分。这个跟缘分有关系，啊，断恶修善的，啊，能遇到这些善友啊，照顾我们，不多啊，让我们3年的时间，啊，就像闭关一样，这决定往生。几年之前，深圳有个黄忠昌居士，很年轻，30几岁，听我讲解，讲到《往生传》里面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，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3年左右往生。啊，曾经有人问我，法融法师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讲经，他常常来听。啊，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，他说，《净土圣贤录》往生传这些书里面所讲的，啊，念佛3年往生，是不是他寿命就到了？我告诉他，如果说都是3年寿命到了，没那么巧啊，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啊。应该是什么状况呢？他寿命还有，他不要了。我3年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向阿弥陀佛恳求，还有寿命不要，你现在带我去，这才能讲得通。啊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现佛见佛，这是圆通章上说的。真正至诚恳切，缘成熟的时候，佛会现前，会现身给你看，极乐世界会现前给你看，我们净宗初祖
慧远大师，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从来没有跟人讲过。啊，往生之前，这个境界又现前了，第四次，他才告诉大家，他要往生。啊，这个境界过去看过三次，现在境界又现前，他要走了。啊，看到佛来接引，看到莲师，比他早往生的人，通通站在阿弥陀佛旁边去迎接他。啊，所以一个是寿命终了，佛来接引；另外一个是佛知道你有这个愿望，他来实现，实现看你救不救。你要是觉悟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跟你走了，佛就带你走了。啊，如果你要再多留几年也不妨碍。啊，真的有这么一个人，明朝交光法师。啊，他是佛来接引他。他向佛说，楞严经传到中国，虽然有很多人注解，但那个注解都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用的天台大师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经。这其实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楞严经里佛说的舍实用根，三指三观还是没有离开阿赖耶识，还是用识，不是用根。所以他这不是佛的意思，他想给楞严经重新做一部注解，向阿弥陀佛请假，我把注解完了之后，注成之后，我再往生。阿弥陀佛就同意了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是为注这部经。阿弥陀佛准他的假，这部经确实是好。啊，在楞严经注疏里头，楞严经注解很多。我知道的有50多种啊，可见的这部经非常受人欢迎。啊，救助以长水。宋朝时候的，啊，这是完全遵循智者大师啊，三智三观啊，这也不是没有原因。楞严传到中国是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，曾经有印度的法师看到了，看到这个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在天台山讲法华，讲的修行的方法三智三观，这是智者大师他建立的。这印度的法师听了之后非常赞叹，他说天台大师讲的这种修行方法跟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很接近，那个时候楞严经没传到中国，就中国人就晓得有楞严经。楞严经呢是印度人保密的，不传给外国人啊，只有他们自己本土的人才能看到。啊，到外国到印度去留学取经的，这个经都不让他看。所以，没有法师带中国来，中国法师到印度也没有看到过这个经典，只是听说有这么东西，没看到过。
难得了巴拉密帝法师偷渡送到中国来。偷渡两次都被发现。回去的时候还受到处罚。第三次，他把经写成很小的字，就当的有一些秘方，把手背破开，经藏在手背里，再缝好，这样出来没有被检查到，送到中国来，从广州坐船到中国，广州那边法师们就开始翻译。经翻译成之后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了，承担偷渡的责任，接受国家法律制裁。这是佛门弟子他舍掉生命了，值得了，把这个法传到中国了。所以我们对他非常感恩他可以不回去。他要回去，就承担责任，真正了不起。所以印度人令法，最后法在印度灭了。法不能够令，法要传的。学的人越多，功德越大；成就的人越多，越殊胜。怎么可以令法？怎么可以障碍别人修行？所以印度的佛法为什么会中断？有它道理。真正好东西不传给外人，这就是过失。所以楞严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因为大家晓得过去。印度的梵僧，以印度的高僧曾经赞叹过，说他的里面讲的奢摩他三摩禅那呢，跟天台的三智三观很接近，所以就用天台家的这个说法来解释楞严经的救助。教光大师这个注解出来之后，这新注，教光是明朝时候人。跟莲池大师差不多的时代，是这个时候人，所以这个注解出来叫新注，所以它有新旧两派。旧派因为注解多，很丰富，材料非常丰富，学习的人也很多。新注虽然好，没错，是佛的意思。几个人能够舍身用根，太高了。天台大师我们学得到，教光大师学不到，他太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把两种柱子合起来看。我们程度不够，还从天台三智三观下手。逐渐的提升，要知道不止这个高度，还高，舍身用根的时候还高，舍身用根就是转识成智，跟法相讲的是一个意思，转识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教光大师。他所体会到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些都是说佛法传到中国来不容易，古时候没有这个交通工具，非常艰苦。
啊，从印度带到中国，多难！啊，《楞严经》尤其难，说法师舍弃生命，把这个法传到中国来。啊，知道中国人是大乘根性，这个经在中国会发扬光大。把难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这一段讲我去，去为众生呢去往之处。啊，这个去是众生将来轮回投生的地方。啊，去向。有因必有果啊，从因向果，这叫去。俱舍论第八愿，第八卷说，去为所往，你到哪里去？这个去是有方向，有目标。又《法华文句》曰：“从一至一，故名去。”这个也是一处，从一处到另外一处，这叫去。啊，我去呢，就是我道，指的是地狱。我鬼出生，这个三恶道啊，阿弥陀经曰：“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”啊，舍利弗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？啊，这正是四十八愿第一大愿“过无恶道愿”的成就啊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那么三恶道是果啊，什么是三恶道的因呢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地狱业因是嗔恚。贪嗔痴叫三毒啊，嗔恚堕地狱。啊，所以人在临命终的时候断气了，8个小时之内呀，不要去动它。为什么呢？他神识没离开，啊，气断了，神识。我们也不中国人讲灵魂，灵魂没离开，所以你碰他，他生烦恼，他会很不高兴，那就会发脾气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把他送到地狱去了。啊，最后这一念是决定他到哪一道去，所以连他睡的床都不要碰。啊，都要离开一点，不要碰它。这个教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8个小时是一般算的这个时间，这佛经上都这么说法。最好呢，12个小时，比较安全。啊，能够到14个小时就更好。
啊，才给他洗身体，给他换衣服。啊，12个小时不要去动它。不能让他听到、接触到一切不善的音声、意念啊，碰触这些缘。都把它管好，啊，在这个时间里头，念佛比什么都殊胜，啊，就是用一声佛号供养，啊，不比讲开示，不比讲经论，不比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送他，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，他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作念，在病危的时候就应该开始，让他养个习惯，让他的心有啊专注，心里头只想往生，不想别的，这就好。啊，可是人在临走的时候会受到干扰，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他看到他的家亲眷属，其实。那是假的，家亲眷属是什么呢？是冤亲债主变现家亲眷属的面孔来引诱他。那他一看呢，跟他去了，去了之后就算账了，就报复了，这个麻烦很大啊！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要有人提醒他。只有阿弥陀佛来才能跟他去，其他的任看到任何都不要跟他走。啊，看到佛菩萨不是阿弥陀佛都不可以跟他走，这一句话重要，提醒他。啊，阿弥陀佛出现，你才能跟他走。临终关怀这一句话最重要。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！啊，嗔恚多地狱，贪心多恶鬼！啊，临终一定叫他万缘放下，不要再执着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提醒他。啊，叫他断嗔恚，他就不堕地狱；断贪心，不堕恶鬼。啊，一心念佛，不堕畜生。那是智慧呀、啊，他不愚痴啊。临命终时就怕这个东西。啊，贪嗔痴一出现的话，我倒去了。啊，不能有嫉妒，不能有功高我慢，有嫉妒有功高我慢，阿修罗道去了。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统统都要断，一心念佛必定往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